难啃，亲爸爸，你会？我能听。会，懂吗？能听懂吗？嗯。哎呀，能听懂吗？你说外语他就能听懂。还有还有，接着还有，你说那外语，他都懂。我说那屋。那个怎么说？人说好多，他都学校说那外语人都懂。是吗？啊。再说两句。嗯，再说两句，曲奶奶听一遍。啊，再小汽车咔，再说一遍。来，汽车咔咔滴叭叭，乘火车。谁去？他给你录像呢。还说还说。大飞机，累，大声。大喷泉，一头水跑哗啦啦。都懂了，来几啊？你看。